看看新闻网。汤姆·克鲁斯与凯蒂离婚案落幕，小苏瑞抚养权归母亲所有，但是阿汤哥也享有对女儿的探视权。美国纽约当地时间18号，汤姆·克鲁斯便前去探望爱女。面对大批媒体，小苏瑞扑在老爸怀里，一脸惊恐，而阿汤哥仍然爱女心切，疼爱地抚摸着小苏瑞的脑袋，安抚她慌乱的情绪。